大家好，这是台湾垦丁的夏都酒店。我们从这个海景房往下看，人在玩冲浪啊。这个在南台湾的夏天的季节里边，海上的活动就相当的频繁。如果你有来垦丁的话，这个水上的活动是一定要参加的啦。如果你不怕水的话，这里的水上活动相当的盛行。那因为在中午的时段里边太阳很大，所以这时候沙滩上的游客是比较少的啦。那到了傍晚大概四五点以后，这里的人才会增加。那这些就是真的玩家，来上来。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再次。这浪还算不算高了，所以他们成功的几率就不会很高。那这边还是属于南台湾的巴士海峡。那真正要冲浪的位置应该是在东台湾的太平洋海域，那边的浪就比现在还高。但是如果有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就所谓的台风进来的时候，这里冲浪还是很盛行的啊。这里还有一个玩家要往前的，好，努力的向前滑啊！哇，翻了。再一次，来，还是翻了，再一次，好，有人跟他加油了，有人他有过那个浪头了，应该在休息。这两个比较积极，这个浪很高，可以，哇，没有把握住，要要要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耶，哇哇哇，耶，好，好，好手，好手，浪高了是要把握住，再来，再来，很精彩耶。刚刚有一个很成功哎，对啊，滑好长，对啊，有看到哈、哦，非常棒。所以我锁定这个好了，这个比较厉害一点。对啊，这个。这个。你还在录啊？对啊。距离很远，要放大。哦，没有浪。这个还不错，这个长大了哟，可以吗？没有。没有把握住，还没有。好，上来了，耶，上来，耶，果然厉害啊，耶，哦，耶，成功。耶、yeah, ，不错，但浪都不够高了，不然他的技术应该也算不错。这个看看，
所以你看，冲回来还要再滑回去，好累。哇，这个浪很高哦。没有，没有把握住。都要等呢，这个好像有机会，这个有机会，来，看一下，好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这个上来了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加油，加油，耶耶耶耶耶耶，睡，耶，好，他伸手大喊了，耶、yeah, ，成功，浪真的要等了。虽然很有耐心的等呢，因为不是每个浪都那么长。太小，哎，他要把握这个、哦、最远那个，有机会，来上来，耶，成功，耶，哇，哇，嘿。来，准备举手，哇，很长很长，哇，耶、yeah ，哦，水，很棒哎，很厉害。有没有？哎，上来了，成功！来，哎，哇，浪太小，可惜。有，他在追那个、哦，有机会哦！哇，翻了，可以来，上来，耶！哦，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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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是啊，哇，可惜啊，他没有跑到那个浪头那里，就被盖住了。好，这个耶上来了，你，哦哦哦，水水，哇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被打到了。好，这个上来了，一，哇哇哇哇哇。哇，可惜！好，有机会哦，上来！耶、yeah ！哇，好可惜。看你们四个一起，来上来，耶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再往前。啊，可惜翻了。好，这是台湾的南台湾，垦丁
夏都酒店旁边的沙滩的冲浪了哈、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